超强的模拟山羊游戏，不知道开发团队到底吸了什么，推出的二代续作居然叫做模拟山羊三。现在这超搞笑的模拟山羊三也移植到了手机平台，我们将再次扮演那无敌的山羊，在镇上横冲直撞，用自己的舌头舔爆居民，尽情的用喜欢的方式替他们带来痛苦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快乐。相比一代单纯当个山羊乱逛恶搞，这一次游戏在地图上替你建立了不少目标，像是帮助修理收割机或是赶走老人家等等。作为山羊，在游戏中就是无敌的存在，没有血条也不会受伤，顶多受到一些专属于这个世界的物理碰撞而已。放开想象力，发挥本能，在这个世界大闹一场吧。